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能出发。不过关于伊利丹的去向，无论怎么想，我们都还是没有头绪。马伊夫，那个地方叫罗德隆，那里是联盟的家园，他们在海加尔山战役帮助过我们。我听说那些人类与精灵组成的王国被不死族的天谴军团破坏殆尽，看来这些森林遭到严重破坏，我必须离开你们一段时间。我会进入森林，直接和大地沟通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办法找出伊利丹的下落。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先专心处理眼前的问题，等找到我弟弟之后，再去处理彼此的争执。没问题，尊师，我们行动吧。这是联盟的营地，他们没多久前才遭到攻击。殿下，有陌生人，好像不是不死族，但一许暖了，聂精灵，我是凯尔萨斯王子。不得不说，在这里看到你们，我非常惊讶。不管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，恐怕你们在这块受诅咒的大地上，只找得到黑暗和死亡。伊许努达迪尔，凯尔萨斯，我是马伊夫尹哥，这位是泰兰达陨风，我们是来追捕一个强大的恶魔。他才刚来这里没多久。真奇怪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恶魔，但的确有东西在骚扰达拉然的不死族，让他们日夜追击我们。我们正打算弃守这里，前往艾瑞法斯河的另一侧避难。那我们可以协助你，年轻的凯尔萨斯。等一下，我们可没时间做这种事。要是你的人民安全的话，你愿意帮我们追捕那个恶魔吗？女士，我非常乐意。这是在浪费时间，就快结束，有罪必罚。有人想危害大自然。哎，刘周啊，我们得快点，就快结束。阿沙菲尔达斯，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有罪必罚，我等不及了，时候到。我醒了，我醒了。正义必得伸张。要我进攻哪里？我们得快点，就快结束，时候到了。不死族在攻击我们，一定要保护好车队。凯尔萨斯，别害怕，我们的山岭巨人要对付这些邪恶生物绰绰有余。山岭巨人的皮肤和石头一样坚硬，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。泰兰达，待在这里是浪费时间，我们应该立刻出发去追伊利丹。马伊夫，这些人需要我们，他们的同胞曾经帮我们对抗燃烧军团，如果能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荣耀，刻不容缓。为卡林多而战。遵循女神的旨意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。追捕行动仍未结束。啊，有佣兵营地，我们可以雇佣他们来帮忙。但是我们得先取得埋藏的黄金，才够支付他们要的报酬。你们把黄金藏起来了？女士，这场仗的局势每况愈下，我们每天都被不死族包围，所以有必要把财产藏起来。这些宝藏就埋在荒野各处。我们会帮你把宝藏带回来。听到宝藏就那个这是凯尔萨斯埋藏黄金的地方，我们快点把它挖出来。见钱眼开，马伊夫，哎，天哪！刚刚不是还说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吗？时候到了，就快结束，我们得快点。正义必得伸张。我去。我们应该，我们没时间做这种事。
我们应该赶快把黄金挖出来。到底三小？车队受到攻击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我亲自约完你，真快笑死！一主干，女神在呼唤我。一主干，想吃斧头吗？有人想危害大自然，遵循女神的旨意。你伊鲁恩之怒必得伸张，有罪必罚，有罪必罚。时候到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我等不及了，就快结束了。我等不及了，我们得快点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就快结束了。时候到了，就这么办，刻不容缓，遵循女神的旨意，以塞纳留斯之名，以伊鲁恩之名，刻不容缓。我们停在这里补给一下。不幸的是，我手边的战士所剩无几，这几个月来天谴军团一直在追杀我们。卡尔萨斯，你的高等精灵族人呢？他们没有和你一起对抗不死族吗？天谴军团毁灭了我们在奎尔萨拉斯的古老家园，我们引以为傲的血脉几乎要灭亡了。为了纪念死去的族人，我们这些幸存的人自称为血精灵。凯尔萨斯，我为你的人民哀悼，但是你不能任由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左右，你还得带领你的族人走向光明的前程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为了看守者，我等不及了，有罪必罚。给我命令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不死族回来了，保护车队。你想干嘛？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我们得走。我干你老师嘞！哇，烫自己人啊！这凯尔萨斯。正义必得伸张，我倾听伊鲁恩的指示。这是有够他妈的哎！以伊鲁恩之名，刻不容缓，我们得快点。我决定让马伊夫躺在前面，就快结束，让那个。有罪必罚。我等不及了，阿什多尔曼。这是在浪费时间。你想干嘛？你想杀谁？有事快说。我们得快点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一出战，正义必得伸张。就快结束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有罪必罚。时候到了，我等不及了。这是在浪费时间。给我命令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开战了。我知道了。想吃斧头吗？要干！给我命令！不死族回来了，保护车队。时间。你想干嘛？让我来。我们得快点。我会终结。啊，又有联盟的宝物，我们赶快把它拿走吧。啊，又有联盟的宝物。我倾听伊鲁恩的指示。正义必得伸张，有人想危害大自然。正义必得伸张，时候到了，我等不及了。把钱交出来。黄金不足。你想杀谁？
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有罪必罚。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开打了，我等不及了。为什么有个惊叹号在那边？我会珍惜这场追猎，有罪必罚。时候到了。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个惊叹号在那边？就快结束了，我等不及了。有罪必罚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就快结束了，时候到了，有罪必罚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时候到了。就快结束了，就快结束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我等不及了。一出战。你想干嘛？我可乐意。想吃斧头吗？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时候到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正义必得伸张。但他们的牧师都比我们有用。我们得快点。啊，不是比我们有用啊，干都比凯尔萨斯本人有用，他妈的只会烧自己人。我等不及了。最后一个村庄。朋友，现在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。有一条捷径通往目的地，可是离不死族的营地很近，我们得冒很大的风险。另一条路比较安全，但是要花很多时间渡河。不管是哪一条都很危险，我们得快点做出决定，马上出发。这里是我们在河流这一侧最后的据点，我们先在这里休息，重整我们的军队。嗯？嗯？那这个不修吗？啊？追捕行动仍未结束。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任务啊？存放的黄金，就快结束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时候到了，有罪必罚。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。时候到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又找到埋藏的黄金了，这能大大派上用场。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有人想危害大自然，我们得快点，就快结束了，有罪必罚。你最好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正义必得伸张。就快结束了，一出战。啊，好极了，你想杀谁？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我等不及了。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有罪必罚。
我等不及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这般结束。我倾听伊罗恩的指示。正义必得伸张，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开打了。你想干嘛？车队受到攻击。这是在浪费。会不会反应太慢？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我等不及了，有罪必罚，就快结束。我等不及了，我们得快点。阿莎菲尔达斯，有罪必罚。拿斧术来砸建筑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为了看守者，正义必得伸张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时候到了，是不死族的飞行部队，我们得想办法击退他们。那也没什么远程攻击手段呢。时候到了，有罪必罚。我等不及了。就快结束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我们得快点，有罪必罚。时候到了，就快结束了。一出战，我很乐意。一出战。你想杀谁？这女弓箭手建模建的蛮好看的。我们得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给我命令，正义必得伸张。时候到了，就快结束了。我等不及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有罪必罚。时候到了，有罪必罚。有一个，我等不及了。强盗之王被改掉了吗？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我记得有一个。就快这一关有一个强盗之王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有罪必罚。这边好像有东西，我等不及了。行动仍未结束，时候到了，为了正义。阿莎，不计一切代价保护车队。阿莎多尔玛，女神在呼唤我，物品栏已满，以伊鲁恩之名。我倾听伊鲁恩的指示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女神在呼唤我，遵循女神的旨意。
得有一个。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强盗之王。有人想危害大自然，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就快结束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就快结束了。不会出现在这儿吧？我等不及了。时候到了，有罪必死。我觉得我可以顺便把另外一条路把它打通了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我等不及了，就快结束了。有罪必罚。算了，不要了。有罪必罚，就快结束了。我等不及了，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时候到了。有罪必罚。啊，看到坟墓村了，艾瑞法斯河就在前面了。感觉不太对劲。没错，我们是不是该让车队继续前进？该死，又埋伏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车队。他们简直无穷无尽。我们得快点，敌人源源不绝。正义必得伸张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，追捕行动仍未结束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们挡住了他们，但是第二波攻势逼近了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车队挡不住下一波突袭。凯尔萨斯，带你的车队过河，我留下来守住桥梁。祭司，这么做非常高尚，可是你挡不了那么多敌人的。典狱官，女神会守护我，伊鲁恩会赐我力量。成功了，他挡住敌人的攻势。神慈悲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，那道水流会把他带到不死族地盘的中心。不，凯尔萨斯，佩兰达是个战士，他知道这样有多大的风险。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完成，而且我们没什么时间了。你的人民安全了，现在换你实现约定，帮我们找出恶魔的下落。这片森林和尘谷一样饱受摧残，天谴军团的瘟疫杀死了成千上万棵树木。要是德鲁伊在这里的话，这片大地已经四分五裂，我无法忍受这份痛苦。古代的森林之灵啊，听我的恳求，让我看到隐藏的事物，告诉我是什么在破坏这片大地？
我看到了北列境的严寒之地，世界之极，这片土地正在四分五裂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什么东西导致这场浩劫？果然有用，没有东西能抵挡魔眼之力。不久之后，主人的敌人会全部被消灭，我也能获得我应得的奖赏。谢谢你们，伟大的众灵，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一定会制裁这种背叛的行为。Thank you.